您可以使用智能跟随功能，使目标始终处于画面中，轻松捕捉运动影像。本次视频将介绍启动智能跟随功能的三种方式。短按模式切换按键，云台会自动跟随画面中央框内特性明显的物体。在屏幕上手动划出绿色矩形框来选择跟随目标。快门按键旁边找到手势跟随图标，选择开启，选择跟随加拍摄。当镜头画面内出现胜利手势或手掌后，米某将自动识别并开始跟随，并在倒计时结束后开始拍摄。在跟随情况下，您还可以拨动摇杆，让目标物固定在画面非中心位置，自由构图。